台湾第一位女法医以心凌，有以柯兰之称的她，过去替死人说话，现在则替活人发声，拯救了上百名受虐儿。这是小朋友最喜欢玩的玩具，先给他玩这个，他玩这个就接着就很开心，然后接着那个就警戒心没有那么重。温馨的儿童游戏间其实就是儿虐验伤区，床边的多波浴光源被称为照妖镜，身上有无伤口一览无遗。那透过这样子，你就会看到那个皮下出血的地方被这个蓝光吸收的地方会特别黑，那就是证明其实皮下还是有出血。更参照国外自制七色验伤尺，依照淤伤的颜色判断受虐时间，红色代表受伤两天内，黄色则是7到10天，用最科学的方法代替最弱势的孩童说出真话。他会先考你，找到的时候我再跟你说，找不到他就不会跟你说了。我说你衣服掀开给我看一看，那我就看到那个艳地的烫伤的疤痕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这个是谁烫你的？他知道我已经找到，他就跟我讲这是妈妈的男朋友。你看到大腿有轨道淤伤，你就说是不是那个棒子打的？他就说是。如果你讲错，他也不理你啊。其实，在那个房间里面的人，真的是要走出去不是那么简单啊。一旦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做这些，虽然是鉴定或是调查的时候，我想那种心理的创伤很难磨灭。阿彬妹妹说，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7点半，台湾大搜索频道不见不散。